大家好，我是小撒。估计你们都想不到，一株烤马铃薯都还能拉出来单扛。烤马铃薯特殊系植物，种植冷却十秒，功能就是融化冰块。主要出没在冰河世界，这里有一大堆的关卡，都会有它的身影。冰河世界第一天直接就会赠送。融化冰块的时候是不能被僵尸啃掉的，作用原理差不多，和斯威腾差不多，但是烤马铃薯没有生命值。血巨僵尸的冰块能够融化，獠牙征服者的冰块也是能够融化的。之前国际版里一品红无法干掉500级的章鱼，但是烤马铃薯却可以。记得之前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期祝庆的视频，传送带上只给烤马铃薯。当然地图上有一些默认植物，作者是稳健的高坚果，特别有才的一个作者。这个关卡的设计特别棒，就是需要类似解谜的做法，根据时局利用烤马铃薯解锁不同冰冻植物，难度也是不低的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，安卓482-5990。植物总结，单纯的功能植物融化冰块的，虽然只是这么普通的植物，但是它的延伸还蛮不错的。创意庭院的开发也都是挺有趣的，不过也就是玩一下就好。万物皆可测评，我是小撒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